抱歉，要委屈四殿下一阵子了。哎，我说菊霜，你跟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楚家人，有必要这么客气吗？他要是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老子早一刀砍死他了。你要杀就杀，杀了我正好替占星姐姐报仇。嘿，你个小玩意儿，老子也不认得怎么来。杨大哥，杨大哥，你杀！人质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们先出去休息。 听你的，小子。虽然你言之凿凿，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，是我三哥跟我父皇，杀了摘星姐姐全家。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我不敢相信的是。 我三哥对摘星姐姐那么好，背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阴谋？这样的局面，让摘星姐姐又怎么去承受呢？是啊，这股锥心之痛，摘星又如何承受？ 郡主，吃点东西吧。郡主，你已经2天2夜没有吃过东西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您会撑不住的。郡主，你吃点东西吧，过一会儿我们就能见到马家军了。郡主，吃点吧。主子，郡主他连口水都不肯喝。 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把人带过来。主子，郡主来了。不想活了是吧？ 我死了，吉冲就会杀了楚有真。你和楚葵应该会很痛吧？不，你是冷血无情的博王，又怎会为了任何人感到心痛？杀你全家的凶手是本王，不要牵连无辜。 在你眼里，楚有真很无辜。可是我爹和大娘呢？他们就不无辜吗？你死了，有真跟着陪葬，而本王是杀了你马府上下的凶手，依然活得好好的。你的死有意义吗？ 你为你爹为马府上下又做了什么？愚蠢至极！当初你没有对我马摘星赶尽杀绝，他日。 你一定会后悔的，本王等着你来找我报仇。郡主，换个干净的吧，郡主。 主子。
郡主开始吃东西了。启程，在马宅星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。是，主子。